在集合的部分，我们要能够很运用的非常的自如的话，我们对于符号上面来说，一定要先做认识。那么，我们先介绍几个很重要的符号。首先，我们介绍属于“属于”。“属于”是这样子的写法，“属于”各位同学要知道是，它是元素跟集合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才用“属于”。那当然了，如果说是不属于的话。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，再加上一个打上一个斜线，就代表是它不是属于一个集合的状况，就是元某个元素不是在这个集合里面。那么集合跟集合之间，我们常常之间要描述一些关系，我们要知道的是连集。连集的部分，我们用一个 U 来表示，这个叫做 Union。 连集，连集就是两者，我们通通要，就是 A 跟 B 之间两个集合的话呢，我们 A 跟 B 所有的元素，我们都包含在里面的，就叫做 A 连集 B。那么交集的部分，刚好跟连集是颠倒过来的，交集 （intersection）。那么我们现在再介绍下一个符号，叫做包含于。 包含于，同学要知道跟很像属于，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，这个地方中间少了一横。它的意思是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。如果说有一个集合，它里的元里面的元素全部在另外一个集合里面都有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集合包含于另外一个集合。那么有一些符号的话呢，它在底下再用一个等号啊，这边再一个包含于。 那那个的话呢，都可以。那么不包含于就是跟情况一样，不包含于这样子。那么我们认识了这些符号，对于我们在呃集合上面的运作就会非常的方便。